么时候训练营的？2014年那一年国泰训练营到现在，那一年拿到 top five， 然后我就一直是他的球，也是因为他，我打球打到现在，后来成为一个教练。所以拿到他的球鞋的感觉是什么？非常开心。球场上，啊，梦想家比较令人担心的第四节，在昨天是一扫阴霾，攻下26分，打败了领航员。所以这场比赛，钢铁人或许也没那么好打。第四节，悟空再过在中距离丢出了元气弹。2014年的学员，我在他身上那年拿到 top five， 然后我就一直是他的球，也是因为他，我打球打到现在，后来成为一个教练。你什么时候训练营的学员？2014年那一年国泰训练营到现在。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看他比赛吗？对，因为他的票太难买了，真的很难买到，甚至买不到主场，也买不到台北，但我从台北开车过来。OK， 所以拿到他的球鞋的感觉是什么？非常开心！谢谢。今天虽然没有看到林书豪大杀四方哦，不过对于这一位死忠豪迷来说，绝对会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，因为他里面穿的是林书豪火箭时期的球衣，外面穿着好小子训练营的这个衣服哦，最后也拿到了林书豪的签名球鞋。